我记佢。跳出嚟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中档位置有雅雪啦、内兰天狗已经喺前面噶啦，中间仲有替造美丽大爱档啊，梦幻组合嚟噶。留守住中间咧，仲见到新力劲啦、步步稳啦、内兰有嚣象王橙衫嗰只啊。再中后碟先见到咧，有呢个包装大师放唔出，后啲有威利和雾魔法幻影嘅冲锋枪噶。尾三位置六三六宝嗰只咧，仲有呢个极品丝绸啊。然后两匹马咧就系呢个好巴巴同埋呢个有志至上嚟噶。向住呢个香港太后院进发啦，前面雅雪咧就铁兰占先咗第一个身位啊，梦幻组合紧随第二啊，内兰第三啦，呢只天狗个位相当有利啊，再后面嘅马咧仲见呢个替造美丽啦，一路数落去咧就系嚣象王啊，新力劲啊，再后面嘅一匹马咧有威利旺旺同埋呢个步步稳啊，后一啖先见到包装大师冲锋枪魔法幻影啊，内兰尾三位置有二至上，中间极品丝绸啊，好巴巴响大外档噶啦，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雅雪占。但是天狗三几步松住已经拍了上来了，中间位置还见到替造美丽，大外档就是这个步步稳和新力劲，中间兜到来最后接近200米，天狗一骑落去反应相当凌厉，已经接来了两个身位，步步稳大外档逐步蚕食上来，在中间的位置有替造美丽埋面假算，这只天狗赢到没得跑，郭兴杯赢第二名步步稳，第三就是这只假算，结果这只天狗以一个无敌的姿态，哇真是犀利啊，虽然让个榜咁多，但是佢本身已经是克服好多难度啊。天狗捧走国庆杯，第二名步步稳，第三雅雪，第四替造美丽。哦，冇得倾，冇得跑，直情系冇得跑。天狗甩晒，步步稳都让咁多榜都算是咁啦，摆翻个第二啊，雅雪真是可以喎、啊，啊替造美丽得个第四。新力竟然啊跟前咗已经话、哇返嚟仲有几多呢咁样啊。哇望。咁啊呢个天狗哇大叫啊拍波喺度。捧晒两场杯啊。哎我都值得啦。